走，我选美去。快看快看，这身材，这线条，龙式车身更加安全。银色车漆彰显你的狂野，尾部还有自行车架，一体式风围洞，5种颜色可以选择，给你温馨家的感觉。内外双厨房，四座对开会客厅，超级大床，适合4到5人。出门旅行的一款 B 型房车，长度达到2米04，宽度在1米87，后尾门2个双层亚克力板外推窗，有隐子帘、防蚊帘、企业灯、取电口，两边储物空间，床的下面放大件行李，房车里面四季如春，下游定制中央空调，冬天尾巴采用水冷一体机，独立沐浴系统，上方有带灯换气扇、高清化妆镜子、折叠式洗手盆，固定可以旋转马桶，洗澡只需向外抽拉，驻车可以向内去拓展，让车内空间变得更大。此车车长5米94，车宽2米11，高度2米75，限高在2米9，内高可以达到1米93，通过性巨好。2.0T 柴油发动机，6AT 法国泵机变速箱，后驱双胎的，标配400安时锂电，3000瓦高频逆变器，顶部上方你也可以加装太阳能板，轻水箱110升左右，回水箱呢在35升。这样的房车你爱了吗？如果你喜欢这个房车，在评论区给我回复，我给你发一套电子版的配置表。